我现在已经到这个布鲁日的车站了，刚才他们有两个像是亚洲人似的，我就没太好意思开口，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一种什么心态啊。看着我这个跟我这个民族差不多的，我就怯懦了。哎呀，风景这边还是独好的呀。嗯，这是我们的位置，红色的那个地方，这是咱的车站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我现在在这里转一圈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周围的这个景色。然后我现在去买车票，现在是47分，11:08有一辆车，我给赶那辆，赶不上那辆就糟糕了，因为就给等50分钟。